原标题为两个盗墓贼颠覆的历史认知，史记是正史。问题，正史就是一定正吗？是不是也可能存在着野史一样的记载呢？别说，还真是。刘老长吸大泽之杯，梦遇神域，是时雷电会鸣，太公往事则见蛟龙于其上，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刘邦是龙与他母亲生的，他爸还亲眼看见了。这明明白白写在史记里的东西，如果说千多年前的古人会信，到了如今我还要你信，你一定会一个耳光甩过来把我打醒吧。既然刘邦之声这假的，那么其他是否还有假的呢？刘邦据照看这段史，黄海浮江，至香山寺，逢大风，几不得度。上问博士曰：“湘君何神？”博士对曰：“闻之，尧女舜之妻，而葬此。”乌氏始皇大怒，使行徒三千人皆拔香山树，这其山上自南郡有五官归，秦始。